朋友们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我的个人频道，我是明哥。今天呢是2023年的11月25号，星期六，这里是中国安徽，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早晨8点整。首先还是得感谢各位的打赏，非常感谢。那么前两天我们都是聊了的关于太极拳推手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太极拳关于推手的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推手呢，我们今天想聊一聊关于太极拳的粘连粘随的事。因为太极拳我们打套路的时候，我们粘连粘随，我们怎么练？只有在推手当中，你才能检验你的粘连粘随。那么，粘连粘随，套路能不能练？当然能练。你太套路打的时候，就是松活弹抖、粘连粘随、松扣松通、松进松开，你才能做到粘连粘随，真正松透了。那么检验你还是要靠推手去检验。那么在推手的过程当中，那个粘连粘随，我们说起来，粘就是粘在一起，粘，这样就是粘在一起，粘连粘随粘连粘随呢，原来在明哥聊太极里，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我都说过了。那么今天我想把这个粘连粘随呢，不想把它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讲得那么清楚。那个实际上听起来很好听，怎么样连着要随着别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其实它没有作用。对于不懂的人或者对于想提高粘连粘随的水平的人，实际上是没有用的。那么明哥聊太极的初心就是不谈理论，只把实际的操作告诉你。那么我们在推手当中怎样做到粘连粘随呢？我告诉大家的这个也是以前我说过的，就是我们做好事，我们跟别人推手，本来呢我们是要把别人推倒或者推败或者占上风。那么在推手的过程当中，我们脑子里想的首先不是把别人往外推，而是我们要帮助对方。我们脑子里只要想到一个时时刻刻帮助对方，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我时刻想做好事，别人没有东西，我可以借给他用，别人需要帮忙，我可以主动去帮忙。推手就是每分分秒秒、每时每刻都去做好事。这个好事是什么呢？就是，这都是以前也聊过，以前前两年也聊过，就是你推手的过程，本来你是推别人的手，是推别人。我现在时时想做好事，什么好事？别人推我，他推不动我怎么办？我要帮着他推。别人拉我，我要帮着他拉。他拉不动啊，我要帮着他。别人向后退，他退不动，我要帮着他。别人向前，我帮他向前，始终帮着他啊。别人一推我，你推不动我，我赶快帮你拉。别人拉我，他拉不动我，怎么办？我帮着他拉。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做这件事，你就是做到了粘连粘随，就做到了粘连粘随。那么这样把粘连粘随放到最简单的位置，你推我，我就帮你推；你拉我，我就帮你拉。就这么，这就做到粘连粘随，或者说就通过做好事，就达到了锻炼粘连粘随的目的。
好，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粘连粘随在推手当中怎么锻炼，就这样锻炼。我不知道我说的明白不明白，别人拉我，哎，我帮你拉，别人还没想推，我感觉到他是在推我，他推不动我，我帮他推，我帮助他推，别人拉我，他拉不动我，我帮助他拉，就是这种，别上下都是一样，不是前后，上下，别人上，哎，上，别人下，我帮着他下，就是这样，就是粘连粘水就把它锻炼到了。那么当然它的前提就是要松啊，你不松你速度上去，你人家别人在推和拉的过程当中啊，不光是推拉，就是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动作当中你想跟住他的动作，因为你要帮他，你跟住他怎么帮他呢？你就你怎么样能跟住，你的速度要达到他，怎样速度才能达到。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放松，你松了才能快，你只有松了你才能随时帮他，你紧你帮不住他，你帮不到他，对不对？你也就是粘连粘随，你跟不上随不上，连不上粘不上随不上他，这就是粘连粘随它的含义，这就是粘连粘随它的实际操作，这就是粘连粘随这个的练法啊，或者叫粘连粘随的用法，或者叫粘连粘随的练法。所以明哲聊泰就说不谈理论只谈实际，这个实际也不是这么容易说的，没有你自己实际的操作的经验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你只有实际操作了你才知道啊。你如果你不去推手的话，你光在这看书上写的粘连粘随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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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没有一点作用的，没有一点作用的。明哲聊泰这个频道，我们开办这个频道的初心就是把民间传承它怎么传承我们就怎么传承，一点不要改，别人怎么教你的就怎么跟别人说，其实就是从每一点每一个节点或者每一个重点，其实你把它掰开揉碎了讲的话，它就是简单的东西啊，它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啊，粘连粘水就是这么练，对不对？我今天所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只有在你跟别人推手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到，哎，明哥说的不错，如果你不在推手中间去实践去体会，你光听的话是听不懂的。在这里我顺便再说一下，很多教太极拳的老师都不让徒弟出去跟别人推手，他认为推手的时候会使自己太极拳的水平退步，原因是指什么原因呢？就是其实推手不会退步，之所以会退步是因为他推手他想胜别人，他有时候他就会加上自己的力气把别人摔倒，因为太极拳是不用力气练的，就是不用力气，你为了你面上好看，你又加了自己的力气以后呢，哎，你原来天天放松的这个东西他就倒退了，哎，倒退了。其实你们的老师都是为了你好，老师没有为学生坏啊，没有问学生坏啊。这个我很多年教别人太极拳，我有这个体会，不管这个学的人他好和坏，他聪明和笨，他人品好坏，还是他对师傅好还是坏，没有师傅想我对他坏，没有，他都是想把自己的学生教好，这个是不变的，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只是每个老师他的水平不一样，他水平不一样，对太极的认知也不一样，他所传下来的是他的上一辈教他的时候是教的东西，他是接到的就是这么多东西，他教你也是这么多东西，
所以每个人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教的也不一样，不是说哎这个师傅不好不叫我推手，那个师傅好让我推手，对不对？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好，关于推手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聊这一点，粘连粘水怎么练，其实其他都是废话。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收藏、关注，谢谢大家，明天再会。